海南航空、大新华航空、深圳航空、祥鹏航空、春秋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，针对国内航班附加燃油费进行调整，自五号零时起出票，暂停收取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，最低可至零元。从2018年12月5号起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10元，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30元。